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光临我的视频。今天我跟我的朋友苏苏还有小熊来到了享食天堂这里来吃晚餐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今天去的享食天堂餐厅在金站广场四楼，从捷运台北车站出站后，眼睛要盯住上方的告示牌，往金站的方向走。经过几番摸索迷路晕眩之后，终于蹭到了目的地。北车是一个迷惑人的盘丝洞，熟门熟路的台北人都很难搞定，更别说是外地来的观光客。享食企业在台湾有好几家分店，每日划分三个时段，生意非常好。这里的餐食有三种分类，中式、西式、日式，琳琅满目，任君挑选。经典美食非常多，有些是厨师现点现做，现场看不到展示成品，所以预先在网络做功课，知道有啥可选是必要的。
移过来一点，好不好？过来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要不要来一个这个？我不要，我自己拿。我是觉得你拿太多了，怕你就是吃不丰富，所以你，我帮你吃一个好了吧？好。哇，它刚炸出来的，好好吃啊！嫩煎干贝、炉烤现切牛排、现煎天使红虾、铁板骰子牛、焗烤生蚝、炭烤牛小排、日式现做手卷、炸虾天妇罗、炙烤香鱼、霸王樱桃鸭卷饼、炭烤孜然排骨、鲜蛤蜊清汤、70%生巧克力。想要全部吃遍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挑选平日习惯爱吃的先吃。很多好吃的因为没注意不知道而失之交臂，下一次再来回顾吧。我和友人叔叔都很爱喝汤，这里中式西式的汤品零零总总有十多款。我最喜欢的是越南牛肉汤，薄薄的牛肉片放在小碗里，加一点姜丝葱花，再把滚滚烫的牛骨高汤冲下，鲜香滑嫩美上天。叔叔喜欢这里的台式白菜鸭汤，浓浓的开洋白菜搭配醇厚的鸭汤，立即联想到台湾总铺塞的手路菜，太好喝了。
大吃蛤蜊是吗？那我觉得你盘子里面东西都还蛮好吃。嗯哼，嗯。这个海瓜子跟炒蛤蟆，宝宝，你刚好吃冰淇淋吗？哎，没有，我等一下。好，你休息，你休息。